那个老板娘的日常，老板娘你在干嘛？我帮大叔剪棉被。哎，我拍别人的都是就是这样子最原始的呈现，自己家里也是这样子，因为我们家的棉被已经很久没整理了，这是我们的办公室，然后加上一个小小的一个床，你看哦，给各位看一下我们房间睡的床到底有多大，宽度有多少？这宽度有多少？120。哎，比我们车上的还要再大一点点呢。大概20公分。对。可是因为我买那种沙发床，最小的。这是单人的沙发床，我们两个就变成我们那个双人的床。没事就要拍一下老板娘的日常，对不对？刚刚我在看留言的时候，有人说，你可不可以拍一下那个老板娘到底在卖的哪些东西？然后这是什么仓库？这仓库到底有多大？看，这里都是，这边全部都是哦，都是仓库，满满的仓库的货，满满的，全部都是，你们全部都是来整理货吗？对不对？你要干什么？哎，下午跟你讲说很多哎，东西超多的，对啊，门是没办法摆啊，还有一些库存，因为没有库存也不行，哎，库存太多也不行。电池箱子啊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排风扇啊，库存啊，这是排风扇，一定叫一整箱。一箱36根，然后那个瓦斯煮饭的，老板有时候客人订没有货也不行。是哦，这是煮饭的啊，这是什么？哎，跳到这边，哎，这也是同样的东西啊，这又是什么？那个电池充电器。觉得你应该再去找一个仓库哦，对不对？天哪，我都抓不到我的那个，还要找仓库？赚不到你的店租吗？对啊。所以你是？你是在帮房东撑这个店面吗？我发现这一间的门的店哦，可以隔一层楼，你可以睡楼上了哦。隔一层楼？对啊，你180。不要闹了。哦，蛮冷的。我有收尾帐啊，收尾帐不可能摆外面啊，冷气机啊。那是什么冷气机？那个坐山冷气。哦，人家要装的哦。啊，有。有些人买回去，上次那个是买回去自己装。有客人来跟我买回去自己装，啊，有的是来请我帮忙装。冷气、光冰箱，冰箱都很大啊。嗯。有冰箱，然后小的水壶啊。哦，连上面都有，上面那是什么？细心草。全部都是细心草。全部细心草，你看那光冰箱就这么大。哦，那边都是冰箱的。还有电池库存。哦，电池也很多。那来，来再来。太阳能板啊，一堆。嗯。看不到的 ，OK。哦，这个围布后面就是他的仓库，然后这是他前面摆的一些东西，到底有什么东西啊？哦，真的啊！你刚刚说很多，就这个。哦，这是什么？50A 的充电器，可调式的快充。哎，如果可调式，我们调到50再充也是很快。如果以100 Ah 来讲，调到50，大概2小时就充饱了。哎，那我们是可以支援快充啊？是可以，可是我们尽量就是不快充。为什么？因为对电池的循环率会有差。哦，所以建议还是慢慢充就对了。对。OK， 哎呦，啊，这里还有这个呢，你看，麻辣鸭血呢。代卖的，这有什么特别？方便啊，有的人拿得煮，口水加热就可以吃了。不一定每个人都会煮。对呀，我会煮不代表别人也会哦。那又不能说餐餐吃 seven 嘛，对不对？而且它可以加工啊，我觉得就是它有一个汤底，比如说你加个料什么的。牛肉不用，牛肉就很好吃，牛肉只要煮个面就可以了。这个。清炖牛肉。嗯，那你后面那个又是什么？啊，快煮。嗯，然后样品，这是样品，这是厂商拿来的，没时间测试，不好意思了哈。那，啊，这又是什么？百叶窗，他们 DIY 用的材料。哦，你这边 DIY 的材料到底有多少？多啊。你可以提供什么 DIY 材料？除了大叔没办法帮忙以外，我都可以。是啊。要买车哈。嗯，哎，买车也有就对了。哦，是哦。嗯。那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就。水盆啊，电风扇，电风扇啊，电风扇就很多种啊，锅子啊，
排风扇啊，也是 DIY 的，吹风机啊，最近吹风机可能冬天到了吧，大家都会很爱买吹风机跟那个、这吹风机 小小的、因为车博不能带太大的东西、然后这是什么电风扇，后面那是灭火器哦，灭火器，灭火器有两种，一个是这个，一个是这个，我们大部分就是都可以啊。然后就是马桶，马桶需要什么？分解器也很多。有什么？分解器有几种？分味道耶，分味道。分解器有固体的，啊，这是液态的。液态的。对，然后你看连这种，这是要干嘛的？给你擦擦的。打人用的。手伸出来啊！你不是不打人用，你不试试看？这是水管，你不是有那个铁的？对呀、我最近有做了一个铁的在哪里。铁的要干嘛的？不过这个是火浮丝专用 ，TVO 专用的啦。应该是对啦，算是啊。就是人家那个尾门。对啊。尾门撑起来的，万一你尾门的那个气压不足，可以用这种东西。还蛮方便的。对。然后连垃圾袋都有卖。啊，真的？对啊，这是玉米垃圾袋。可分解的就对了。可分解的垃圾袋。那你刚问我还有个什么东西？这个。看不到了。这要干嘛？那个就是你放在车上，你怕东西会滑来滑去的，你就止滑垫哦。完全不用。哎呦，效果很好。它这个看起来脏脏的，就水洗之后粘性还在。你这个灯在这里啦。这个不是，这个不好用。这不好用。这个它这个有一个电池的，这个不好用啊。另外一款被拿光了。所以这是失败品就对了。对，这是我的样子。那天有一只样品，那个大哥硬要抢走。我们家常常那个小东西，他说不行，你就是那一个卖我。还有文拍啊，水桶。文拍，电文拍。然后这个。这个又是什么？这个是那个野餐垫。然后我们拿来那个车尾帐放。在地上，它这个不会反潮，因为它这个里面有铝片。可以丢洗衣机洗的。有。然后柜子里面有啊，比如说下面啊，百叶窗，不是百叶窗，纱网啊，随便挑一个，地扣啊，地扣啊，地扣，吸铁啊，看你看我家多少个东西，这是干嘛的？吸哪里？哦，这是不会刮伤车子的吸铁。因为它有包膜，我最近有买一个新的，这个大一点，有人嫌这种太小。啊，嫌这种太大，这个没有，这个是中间，中间的我最近买的，然后这个有人嫌它太大，有点强，很多啊，灯也一堆，灯也一堆，然后这种就是冬天的那个亮亮粉，就是七彩粉，对，我还有卖一些那个骑摩托车野营的小材料，你没看过我卖的。那是刀欸，对啊，就觉得他们那种机车野营很喜欢买这种手工定的刀跟皮革。真的是什么都有，这个我第一次看到。说真的，我们家老板娘卖的东西哦，很多是我不小心发现的。很多，然后这个水晶炉用的，那个之前我有拍过，那个啥。啊，哥啥？你啥？你要翕啥？够侪呢。翕袂了啦。对呀、很多哎、还有这边呢。这也是摆出大家比较常看到的，常会订的。有什么？气氛灯啊。然后这种拉天幕用的钩痕。然后这种。天幕甲，这个天幕甲，天幕甲有两种，是彩色的，然后打气的，打气机啊，然后冬天到防火布啊，这是风火台下面的防火布，然后将那个调味瓶，抽水机也卖得很好，抽水机大家如果都买那种5公升一整桶那种，就是拿来抽水用的。这上面是什么？这个是个人的床，那个床垫。这是床垫。对。还有什么？单人，这是单人的。自动打气灯啊，现在大家喜欢买一些复古灯。啊，这里。
吸盘啊。那这又是什么？折叠衣架。哦，下面是吸盘。吸盘，对，哦，最近有来，还有黑色的。最近来一个新的灯，很可爱。这样，它是你知道吗？松露果，新的，很可爱哦。嗯，看看多爱买就好了。哦，这么小一个、哦？对啊，很可爱。啊，我最近有进了一个草莓的，还没到家。哦，小灯啊，哈。小小，对。应该很亮。嗯。哦，这么亮哦。关掉。哦。第三段。第三段。嗯、好、哦，这个驱蚊的。小小一个。怎么样？你要上厕所什么来着？你一定要讲上厕所就对了。当然哦，你知道他们人家老人家都半夜出门要去上厕所，总要有个手电筒或什么的。那你就带我们那个防水手电筒也可以，也是可以。然后压缩毛巾是我最近的最爱哦，嗯，出门很方便，车上都必备的啦，哦，带个一条两条用很久。哇，还有什么拉绳、银钉，还有啥？哦，这里还有那个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嗯，哦，那个是一体的那种车尾罩。哦，这是车尾罩。对啊，这呢？那个是电热水器。电热水器。热型的电热水器。你又买了？有人要？对啊，啊这个呢？那个啊，我们这个挂架啊，上面呢 ，MPPD 啊，控制器、啊哦。对啊，这个是那个车尾蚊帐。哦。对。那是那个是什么？这个是有人来买零件改装用的小东西，就这个。哦，那是改装用的，车上，这是房车改装必备品。嗯。应该看了就会了吧？哦，对对对对。所以想要改装的，这边也有零件就对了。我就这样，然后银柱啊，嗯，阿哥啥？然后这个，我跟你讲，这个零件不知道是什么。这个是什么？吸盘。要干嘛用的？这个拿来用那个银柱用的，就是有人车上不能装那个车顶式装架，哦，然后这个就吸在车顶，然后这个夹子夹住，它有专门的横杆。夹住他天幕用的、嗯，是啊，对啊，那下次可以来开箱看看、啊、有人买吗？当然啦，是啊，所以你有照片就对了。对啊，你有在买。哦，是大叔不知道。那、啊、这个呢？那个，我们要吃那个研烤用的盆灯，嗯，然后头灯。好，头灯，那个啥？还有碗筷。嗯，拖波用。拖波碗。作为一个碗、一个杯子，然后一双筷子跟汤匙，就是拖布碗，就是单人的。然后这里有装。等一下，我觉得这个东西哈、哦，下次我们可以大叔时光车去的时候放在那边，然后有人来参观啊不想走的时候哈、哦，就是拿一组拖布碗、哦、你就可以吃全部哈、哦。拖布碗，然后下次是那个。厨房纸巾的专用袋哦，那、啊、这个又是什么？这个捕蚊的，夏天用的。最好能捕得到。是捕蚊啊，赶苍蝇的。拿起来看，好像这个，要插电。没有啦。哦，不是，那个放那个电池，干电池。这个，你听我，这个是 TBO 专用的那个纱网，前纱网。哦。啊，这边还有一个扔一边机，对不对？什么？对，两24V 转110V 变器，然后可能要往再整理。啊，还有这边是什么？哦，我们家电箱啊。嗯。电池吧、哦。这个。啊、哦，这个电池介绍过了。对。啊、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很重要，我买给大叔用的。哎、欸。哦，要体重计啊、哦。对呀、啊。那我不看了。快点，大叔来，快点。你上去，我看看你多重。哦，叫我上去。对啊，换你呀、啊。不要啦。那个我拒绝上去，好，这个叫五八来，我们来测一下看怎么装。五八来就破表了，还有什么？没了吧？就这样哦、喔。对啊。我有很多很多东西。还有呢？这个、没有没有哦，这个哦，新玩具。新玩具，这个很好用，这个可以手机充电。这上面可以手机充电，然后可以放音乐。然后这边有温度，还有灯。对。
对，还有小夜灯。这是小夜灯，它的夜灯可以这样，最近研究的有没有？可以变亮，我在这边关掉。其实上面很多、啊嗯，里面有上面，它是不要告诉你，你看看。你看这个是什么？就是人家那种骑摩托车野营用的。嗯，要干嘛？生火用的，煮饭用。反正什么都有就对了啦。基本上，还有椅子啊，你那都看不到。椅子在哪里？椅子啊，然后里面有很多配件啊，都有桌子啊，都有桌板。哦。我们最近常用的那个铁做的桌板，然后伸缩桌啊，然后。反正你叫我找，我找不到了。对，叫大叔找，我找不到。自己找老板娘找，好不好？对，嗯，反正就是跟。然后后面跟车模有关。还有很多小零件啊。哦，我看到了。这是什么？这个挡风那个遮阳罩。前挡遮阳罩。对，然后这下面都电风扇。全部。这下都是电风扇。你电风扇那么多？圆形那种电风扇，那我们家的，我最近买那种折叠桌。嗯，你折叠椅。电风扇这么多。哦，然后我知道这是乐牌的改装工具，材料，材料，对。还有乐牌的零件啊，因为乐牌比较特别，它有一个专门的零件，嗯、一定要用它的，不然不能用。嗯。然后特别去买，而且也买要一次买很多。然后这又是什么？这个大叔叫我买的样品。哦，又是拍影片用的。他不知道，很多哎、欸，这一柜都是我买回来的样品。嗯。哎、欸，我这次圣诞前清了一半哦，所以还有。嗯。全部都是样品就对了。对。哦。我最近买了一个锅子。还没测就对了。嗯。啊，这个又是什么？来。是、嗯、爬山用的、啊，就是禁止明火。它这个是，它其实是应该是石灰粉，就加了水之后、嗯、它会加热，然后看你的克数会影响到它的时间、嗯。可以到几度？100度啊。我靠。对，就是可能说它到100度，然后它可能比如说70克，可能只有15分钟。它可以让你把东西加热完成。嗯，我上次有一个那个什么营，那个兵队，嗯，营区的、嗯，他们步行，然后晚上要吃，然后那时候比较冷，嗯，他们一口气买100包，因为他们怕阿兵哥太累，然后晚上吃到热冷菜。军人都跟你买哦。对。哦，你厉害，你厉害。好、哦哦、啊，最后一个呢？这边呢？最后是什么？这都零件啊。改装的。就是。电池的配备，小零件，要维修电池用的。对，小东西。哦，那、啊、我的科学面怎么会在这边？这是你给我丢在这边，谁要吃啊？真是的。哦，哎，这又是什么？啊，电那个吸盘。这全部都是吸盘。哦，一整箱的呢，哈、哦。啊，这是什么？升压器。还有，还有，这是太阳能控制器。啊，这个盒子。那、啊、这个是什么？啊，车充，哎、欸，所以你都是现货很多呢哦、嗯。有东西，有的厂卖的现货比较多，还有水槽啊，上面有那种小水槽、啊。哦。对啊。啊，上面这个是什么？大的。MPPT 又是 H，、哦、这是高阶的 MPPT 控制器。太多了，不知道如何那个。介绍啊。对。呵。嗯，啊，你不是刚刚不是有什么C型卡扣？C型条在哪里？在上面啊。不是啊，这里啊，刚刚有一个人在讲啊，我想说这个东西啊，你的吸星条在哪里？我、哦、在那边，吸星条。这个。哎、欸，对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吸星条。这个吸星条，这是卡条、哦。嗯。它是房车专用的卡条。它有分几种？它有分几种？它台湾一般都是0.5。嗯，不过人家做的大一点。欧巡上面那一个是0.9。哦，对，0.9，它的国外大部分，我知道0.5、0.7、0.9，都单数。嗯，对，哦，都单数。对，可是大部分都是0.5，台湾通用都0.5。果然专业，嗯，OK。有专业吗？嗯，有，算你厉害。好。这么厉害、嗯。对，算你厉害。哦，0.9我也有啊，我买回来。连0.9啊，你干嘛买？我买回来量看。嗯，哎、欸，你问我一样，我可能要买三样。嗯，做功课不是随便乱做，这个是0.9、0.5。哦，好吧，这0.7。嗯。我平常
在没在卖啊。你只是拿买回来看看而已。我只是想要知道尺寸。对，然后我是定米色，这个颜色可以定制。哦 ，OK。厂商跟我说可以定制，不过大部分都米色，怕有的时候那个很棒。嗯。那、这个是什么？那个睡袋。这么小？虽然我们不是要去日本。买一个。睡袋，儿童哦，鹅毛睡袋，可以几度的？哦，这小呢，对，嗯，很轻吗？几公克？哎、看一下，好像是700，称一下，有到1公斤吗？这个其实我要买回来放东西的，不是要来放体重的。哎呦，1.5。0.5这么轻哦、不然你说700？因为它的奶油是它包装吗？真的够轻。还有吗？还有很多，不拍了。不知道。好。